这是改年，秋了冬吹时，咱三民流浪，好险是义父的出现，解救咱三个老，收留伫个身躯边，传授咱一生的本领。如今身为册家的身份，但可是为国为父母，总有一天一定要报冤仇。细汉的时阵，曾经顶顶，刻骨铭心，父母死伫咱面前。我是死鬼，当时有事，从小弟离开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一定会为爹娘报仇，安慰在九泉地下。若不是义父，就不然今天，也搁活在这个世间上。大哥，义父对咱的疼惜，点点滴滴，记在咱的心怀，希望。咱的国土总有一天会当复原，你啦，就是咱的父母，为伊报冤仇，兄弟若同心，砥砺断金，只要咱人用心坚持，一定做会到。每一天，搁在山上的所在训练功夫，今天也不例外。等咱想袂到位啦，哦，啊无平常时哦，去这么刁蛮着，怎么你讲？我在讲你的歹话呢。哈，讲我的歹话，我是因为伊的小妹呢。阿爸，我是有啥物歹话通讲啊？就是为伊的小妹啊！你无感觉你只想捡回来吗？我捡回来耶！无感觉你跟阮两个人无参详吗？没啊，我感觉我跟阿兄真参详啊！我白白目睭好大蕊，拢鸡翅面啊你！这叫男女有别，你捌唔捌啊？嘿嘿，哪咧做囡仔应该爱加两面啊，像你这种的哈？伊就是爱碰杯碰杯，这个古锥，对不？就是安尼先讲，你今来是阿在练功夫啊？是啊，啊你平常时拢无咧练哦。我的功夫吼，唔是安尼先打打杀杀。你无补的看下来。我练功夫，阿兄啊，是要甲我考试，我偏偏啊唔咧。白目高怪个性，功夫爱练啦。顶吼，查甫人伫咧相拍，是靠这个六草；啊，我若是背台人，是靠地处。阮靠六草，你咪靠头脑的呢？这是当然啊。欣赏欣赏，靠头脑敢那较轻松哦。练功吼，甲你教两步啊。好啊。你边啊要坐啦。好，我好看两个表演哦。准备啦，小心。
啥？倒我叫来。好。惊雷，手伸出来。阿哥。义父，我无明白你有啥物安尼做？你无明白，我甲你讲清楚。细汉时阵，我就甲恁讲过，刀枪无眼，说的是甲你的见识。与人打斗之时，无人会让手。多谢我观看你共惊慌。两个人在彼此共慌，你处处伫咧让伊，敢讲你唔惊啊？那是有是你的，人会安尼对出你的性命吗？义父，毕竟警方伊是我的小弟，我惊甲伊伤害着。那是面对敌人，我都袂安尼失措啊！感情是的，自己的人。你的牛手，那你日后，那是人伫你的面头前伫咧扫去，你敢知影伊是真心也是假意？义父，你对我的教训我铭记在心，你对我的提醒，我嘛会谨记心头。一件事就好，啊，恁三个人，义父，好好练功夫，虽然真辛苦。但是你嘛爱会记事，当初时是虾米人害死你的乡亲？对说你无依无靠，你说流浪天涯去靠不着我，合适只爱功夫。现在你嘛已经大汉啦，差不多要好你慢慢出世的任务。是，哪里是？结婚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要还百万寿，敢是？是啊，阮等一天已经等真久了。我知影恁是要百万寿，但是一步是无来，凡事着爱谨慎，要报仇毋是遐尔简单。恁必须着爱先前往为国地去打探路草。为国地要打探什么路草？你要刺杀魏王，敢讲你唔免熟悉伊为国的路草吗？晓得。现在恁三人要是先往魏国地，先取伊庭中的人头，庭中在伊的身躯边，算是伊的所有手。如果恁若是先上了庭中，一人头挂起。我在楚国辕门城上，那安尼就能成家咱楚国的士气。当初时楚国已经为国，兵败如山倒了后，楚国所有的兵士全部士气。他所会当将伊辕门城上，我相信中正士气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是啊，所以爱恁三人先取伊庭中的人头。就是安尼事，我知影，行，咱来去，好呀，告别义父，小心细雨，老公，你的手了，紧无啊？